第一夜，作者王玮，温迪朗诵，陈鹏制作。乘客们请注意，我是机长，飞机将在10分钟后降落在纽约机场，请系好安全带，谢谢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this is Captain. The airplane will land at New York Airport in 10 minutes. Please secure your seatbelt. Thank you. 美国，美丽的国家，让我心神向往，望眼欲穿的美国。2年前，我和你恋恋不舍地告别。今天，我们终于可以幸福团聚了。从飞机上往下看，巨型的玻璃墙闪着寒光，钢筋水泥的丛林像跃跃欲试的战场。在这边有亲爱的你，你把我从机场接到一个酒店，平静地告诉我，你在这里已经有了另一个家。孤独的异乡里，你和他相依为命。夜色如黑色的蜘蛛网，不声不响地落下来。网里的生物挣扎着，各自寻找生存的空隙，欲望的满足和舒适。我一个人留在酒店里，床上的双人缎子枕头，楼下陌生的街道，外面的喧嚷热闹，这一切都不属于我，而我也不再属于已经告别了的那个世界。远处手举火炬的自由女神，今夜你也像我一样寒冷孤独吗？飞走吧，就像那只蝙蝠，飞到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，或者就从这儿跳下去。也许蝙蝠侠会接住我。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，如果你的第一夜是这样的寒心彻骨，那以后的每一夜都会比这好。坚持住，抱着我，有谁过来抱着我，让我用你的体温熬过这寒冷的第一夜。明天，也许明天太阳出来后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